It isn't just a Chinese screen. It isn't just some hand scrolls in wooden boxes. These are the contemporary ink synthesis inspired by the concept of prêt-à-porter. In the eyes of Peng Wei, this series aims to capture the holistic idea of the traditional art form of Chinese scrolls and albums. 其实我最早做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想到瀑布艺术的观念，是有朋友突然告诉我说你做了这个非常普普，啊，我就说哎呀，原来是真是这样，因为我最早画鞋子，画了很多鞋子，画了很多衣服这样的东西，其实都是现成品，包括现在做这种册页手卷，是因为我看到就古代的册页手卷的这种形式，这种现成品非常好玩。 才开始做，所以这种普普的观念也是很自然的带入。就是因为我看所有的古代的绘画，它不是卷轴就是册页这样的形式嘛，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把它们当成绘画来看，我真的经常看成它们是一个个像个礼物一样的东西，就它们就像一个小小的装置放在盒子里这种感觉。 正好当时我正在读一本高更的书信集，所以顺手就把书信抄上去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。后来我发现真的有点就是巧合，无意跟有意的巧合吧。真的好像是就我置换了古画里的东方的文本，就是把它跟西方的文本互相置换，又让他们之间就绘画跟这个中国的绘画跟西方的文学有一些交流。 蛮好玩的一个游戏，在我眼里是，也有点玩笑，不是那么认真的，就是觉得好玩。